平日都好多人过嚟睇楼噶。维港一号嘅周遭环境其实几好嘅，配埋玻璃幕墙嘅外形真系好刷新。咁会睇两房同埋一间三房，两房嗰间我觉得几抵买，因为佢可以穿过间海望到天晒海嗰边嘅景，即系你用平啲嘅价钱买到天晒海价值嘅海景。啊，真香！呢度就走佬，心斋。呢间两房427尺，860万一间，你随便睇。咁嘅服务态度唔够噶。入门系冇玄关位，两边厨房分为一契契，向前行就会望到个海景啦。右手边就系云景，左手边就是天龙，望翻个泳池，再望穿个海 ，OK 嘅、那个景观。睡房就相当方正，配埋个落地玻璃窗。主人房同埋个细睡房都系同个厅一样景观。至于浴室就好企理，冇窗嘅。我哋再睇一间600几尺嘅三房图，呢度入门有个玄关位，做个鞋柜啦，一个长形嘅厅，望出去海景。Mega Box山景游艇海啦，呢个海景唔差嘅，20000尺起步。你睇下面就好幽静，浴室睡房，另一间睡房呢边主人房。好似呢單位就600几尺三房套啦，咁而家總價大概1400万去到1500万，你覺得發展商有冇賣貴到？